欢迎收看加拿大移民留学信箱，我是主持人 Grace，嘉宾是加雄移民集团总裁陆炳雄。你好，Tony。你好。移民留学加拿大需要买哪一种保险？我们建议，除了标准的人寿保险之外，最好买一个医疗保险，因为呢，特别疫情影响啊，是进医院这个医疗费用很高的，所以呢，我会提议他们在进价之前，跟保险公司买一个3个月跟6个月的医疗保险，因为这个疫情影响，如果进医院，费用非常昂贵，所以呢。他可以向他当地的个保险公司或者加大这个保险公司买几个月这个医疗保险。另外，学校本身大学或大专或者一般学校，他本身都有些医疗保险给学生的，但是他要到来了之后才买，所以呢，我提议你们留学生在到加大之前，应该预早买一个几个月3到6个月的医疗保险，会比较安全一点。感谢您，Tony，欢迎收看加拿大移民留学信箱，我们下次再见。拜拜。